是模样，原来不是麻木。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百年艰苦的抗战，正是我坚毅的民族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绝不轻言战斗。死后，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，河山在破，我会牢牢记住。不管身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。无论你是白人啊、黑人啊，我哋都是香港人，大家都是中国人。你啲掌声啦、啊，拍下手掌啦、啊，系咪啊？哇，呢、这个中国人真系几似个造型啊！怎么不是模样？原来不是麻木。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百年艰苦的抗战，正是我坚毅的民族。战斗，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，河山在破，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身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是在何。